哎，我看一下啊，你要找，通常是要找它的意思是比较靠近的，countryside 的意思是它的乡村的形，乡村的 pattern。OK，乡村的 pattern 有可能是骑马也是乡村的 pattern 啊，或者是吃东西也是music 也是 countryside 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指什么嘞？你要找最靠近的。哎，这是什么啊哈，？Christmas 讲 ceramic 是不是？ceramic 是陶瓷，所以是什么？你是放这个还是放这个？crafting distinct country style 是它是指这种乡镇的这种陶瓷的手工，可是它一种，所以是哪一个？你随便选一个。来，我们试看，等一下我老师再跟你解释。好，选一个，赶快。哦，你要选哪一个？老诶，你选哪一个？crafting is 吧，哦，你放这个，OK，选错不我用查紧的。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OK，告诉你啊，给、OK，来看一下。来，country style Machiko Yaki Ceramic。Country style 它是一个字来的，它是算成是一个字，country style 嘛，对不对？OK，可是它后面加上这个，它不只是 country style 罢了，它也告诉你什么东西的 country style，它也告诉你是 Machiko Yaki Ceramic。Machiko Yaki 是一个字来的，因为中间有个 hyphen，中间一点线，那一点呢叫做 hyphen。它是把两个字组成一个字，你看到每次你看到这两个字中间一条线，就把它算成一个字啊。你学到这个新东西，其他学生不知道的啊，其他学生不知道的，所以你先到这个东西，country style 是一个字来的，Machiko Yaki 也是一个字，因为它是一种陶瓷的名字，然后 ceramic 是陶瓷，so 总共多少个字？这边你看一下，帮我告诉我有多少个字。这边也找个两，字，3个。对了，country style 是一个字，Machiko Yaki 也是一个字，Cerami 也是一个字，所以总共三个字，你明白吗？OK，所以我们再看回上面啊，因为它 famous 在，人家讲，诶，他们的 pottery class 很出名的，出名什么？哦，他们是学这种的 country style 的 Machiko Yaki Ceramic。那你看到这边呢？它上面是讲这个，如果你是放 crafting distinct 呢是比较 general。crafting 是指手工，distinct 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这个手工，很清楚手工。出名在清楚手工，什么东西叫出名清楚手工？我们的所以这两个字是很不够具体，明白吗？啊，它是指这个很 distinct 的、很显著的这个 ceramic，这个是后面才是答案来的，明白我是在讲什么吗？黄金，明白哈？OK，来我们再试下啊。OK，我们再试下面这个。第三，duration of class，duration 是什么意思？duration，来，duration 是指什么意思？可以猜到吗？啊，duration 什么意思？Duration。对，这个 duration 的意思是什么？duration 的意思，duration 什么意思？可以猜到吗可以。？OK，duration 的不用紧，duration 的意思就是 period 不是指月经啊，period 两个意思，OK。一个是月经，一个是它的时间，多长时间多长？period 的意思是多长的时间，多久，上课多久，多久？duration 是。上课多久？好像我们的课是1个半小时，对不对？所以我们讲 the duration of class is 1.5 hours，1个半钟，有没有？所以是 duration 是多久？OK。
行吗？So 我们你写下来啊，duration 是 period 是多久的意思？OK，So 我们看上面去，好了吗？老师，等一下7点可以结束吗？因为等一下8点，可以结束的，我可要以，可以可以，肯七定可点，以的七啊，点可了。以啊，7点啊，再可以多给3分钟嘛，因为我们剩下一点点罢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哈，OK，我们快一点哦，来，我们看上面啊，duration，我们看这边讲到时间是多久时间，这边有哪里讲到时间的？你找那个有时间的，上课的时间的。1 hour pottery class，OK，所以那个时间是多久？1个小时。来，我们看一下。So your answer is 1 hour，对不对啊？Girls' desire shape，女孩子的她们喜欢的形状是哪一些？找那个 desire shape，找一下这边，从这个端找 desire 那个字。Hit 还是 hurt Heart，heart，heart。and a star，Heart 是什么意思？Heart 是什么？心形脏，状心，你的心脏啊，你的心是这样子的 shape，对不对？啊，a heart，来跟着我念，a heart，跟着我念，and a star。and a star。OK，so a heart and a star 总共一二三四5个字，怎样把它变成？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要把它变成3个字，怎样变？你要 Hurt 写什么？and star. 不是 hit 啊，再念一次 heart，Wow, hurt and star. 不是 hurt 啊，是 heart。and star. 再读一次 Hot. heart，对了Hot.，OK，heart and star，总共3个字，OK，heart and star，好。然后 next, what girls make? 这些女孩子做什么呢？她们 make 什么呢？她们是做什么？你看她们，平的石板。做平时板，她们是做平时板。你是讲这个还是指还有哪一个？你觉得是这个啦？那做个，平，他们是他们做陶瓷，只是做平的石板，这不是有点奇怪，会吗？sculpting，Sculpting 是雕哦，刻。他们首先是要做平的石板，对不对？最后要雕刻它的边缘，然后 form 是。形成 plates 形成碟子，说他们是要做什么？plants。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那个答案？对呀，对不对呀？对了，答对。OK，what they got after shaping their creations？他们已经 shape 了他们的这个 creation，他们做了这个 creation，就是这个 plate 哦。他们得到什么奖赏？看一下上面，得到什么奖赏？What they got？得到什么奖赏？你看到奖赏，你要找 kids favorite。Kids favorite 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个？Another kids favorite 的前面是什么Wooden？Wooden stamp 是木头的印章。啊，我看一下是不是那个答案？不用紧，答错也是错，不用紧。Wooden stamp 答对啊。OK，Who end up dirty？谁最后是做了之后，谁比较肮脏？谁肮脏？来，我看上面，给谁是谁肮脏？Dirty 有一个字是 dirty 的，没事。就是 messy 是谁肮脏 Parents，？OK，看 parents，OK，我们看一下谁的 parents，the parents 对。The parents, okay? The parents 啊，好。What they learn about pottery? 他们学到什么？从 pottery 里面学到什么？他们的 parent 也是有跟着去吗？跟着学，可是啊，parents 反而更肮脏，小孩子没有这么肮脏。
然后他们写到什啊，么？他们写到什么？technique。你真是看清楚来哦，It's not just about technique。然后写到什么？这个 not just 不只是，所以是写到什么？Exercise in practice. Patience，来跟着我念，patience，patience，patience，Patience. Patience. OK，看一下答案是不是？Technique and patience 两个，因为这边讲不只是 not just about technique，它还有写到什么 patience，对不对？OK。就是有学到技巧和耐心的功课，所以 technique and patience。OK，不要只是选一个，因为它是因为是学两个嘛，不只是学你学陶瓷，你只是学耐心罢了，然后你也有学技巧，同时也有学什么耐心，明白吗？啊，这样子 OK 吗？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记得你学到的这些字呢，要把它背起来啊，花时间给它背起来，明白吗？Okay, that's it. OK, All right, 拜拜，bye. 拜拜。Bye bye.